就问，就是佛陀年少时的画像可以供奉吗？就是佛陀年少时那种印度小孩的样子，有同学在供奉，他们怕不如理不如法，想请问师傅。最好不要，嗯，凡是就算佛陀的，他也要看他庄严不庄严的，不庄严的像不像画的，嗯。是那种五六岁小孩的样子，他给我看了。哎，别搞，别搞，别搞，嗯。嗯嗯，那请下来是不是要按七七七，然后念小房子了？对，嗯。嗯，好的，感恩师傅。